隔一年回到香港进行回到那一天巡回演唱会，不过却遇上大暴雨，舞台 LED 球体荧幕还突然起火的意外。阿信也特别发文道歉慰问粉丝，4月30日的首场也遇上暴雨搅局，最后只好紧急加开线上安可场，真的是好事多磨啊。就像是坐上你的喷射机，恋爱 ING 改变 ，ING 改变了黄昏黎明，有你的心跳到不行，黄昏黎明，整个都恋爱 ING。周杰伦，你知道我们也有一个彩虹吗？我刚才是因为看到你的彩虹，我想说前几天都下雨，那今天就来个彩虹，下那个啦，下什么啦？下那个啦，下什么啦？不要欺负我们，我们是五月天，好不好？带来的是张惠妹的彩虹，可以唱我们的吗？不行，接下来张惠妹彩虹唱完，我唱动力火车的彩虹。就是不唱杰伦的彩虹，也不唱我们的彩虹。你的爱就像彩虹，雨后的天空，绚烂却叫人迷惑。蓝绿黄红，你的爱就像彩虹，我张开了手，却只能抱住风。声音版的彩虹，还有一段歌词，我没有呻吟吗？还有一段歌词接近呻吟吗？不是啊，因为后面我想说，我不知道你要不要接着唱啊，你也没有接着唱，我只好就呻吟。对，我的默契有一点问题。当默契有问题，不知道话该怎么接的时候，就用呻吟来代替。等一下，我们所有歌，等一下所有歌。哇塞，我们团员们。团员们忽然大家都很会呻吟啊，突然大家在台上都是一个baby 我的我最好的街上，我装作绝对不放下一站，是不是天堂就算失望不能绝望，我和我骄傲的街上，我在口中大声的唱，这一次向我们伸向，我和我最后的倔强，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一站，是不是天堂就算失望。